驸马可曾回来了？应为这个月都几次未归了，他身无官职，有什么事可忙的？府中有传闻，说有人曾看见驸马与一个陌生女子亲近，太爷去查。隐隐，我们此番作为终身不妥，不如我同公主商量和离，然后娶你过门如何？不可。 这柳如风如今可厉害了，不仅是新晋探花郎，还是公主驸马，现在要什么没有，当初你嫌她穷抛弃她，如今后悔吗？若你能留在她身边，哪怕是做个外室，都比现在过得好。隐隐，你怎么了？淑风，你不能同公主和离，你如今身无官职，若没有公主府的银子，你怎么养我啊？更何况我还有了你的骨肉，我可以跟着你吃苦。 但孩子不能啊！你说的对，那就先等孩子生出来。柳如风，你居然敢拿本宫做替身，还养外室，你好大的狗胆！来人，去把那对接夫淫妇给我抓起来！柳如风，谁给你的狗胆，敢拿本宫做替身？公主，你误会了。你居然还敢背着本宫，用本宫的银子去养那个小贱人，把人给本宫带上来！ 什么低贱东西，也敢和本宫长相！来人，给本宫打！本宫没说听不许听。公主饶命！公主饶命！淑风哥哥，你救救我！柳如风，你拿本宫做替身，就没想到被本宫发现的后果吗？公主，就你这样的，在本宫的后院都算不上角色。本宫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？当初是你说对本宫一见钟情，结果却拿本宫做替身。 还要拿本宫的银子去养外室，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？本宫何曾亏待过你？他妈的给脸不要脸，狗东西！淑风哥哥，求求我！公主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该惹你，已经他怀了我的骨肉，求你放过他吧。好啊，连孩子都有了，柳如风，你真是把本宫的脸往地上踩啊！来人，把他们关进地牢。